众生就是生灭法，你就觉得哎呀，生生灭灭，患得患失嘛。但是如果你按照在第一地说的话，只有空性才有能力生灭，生灭就是空性啊，没有涅槃。如果你懂得生灭就是空性的话，就叫涅槃。平时你是你不要生灭嘛，是吧？你什么都要永恒嘛，是吧？只要一个永恒的状态，或者是永恒的定态，或者你要一个定态，你觉得那个是永恒的，你要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都不变叫永恒，是吧？啊，我们要一个永恒的不生不灭的状态叫涅槃，不生不灭，正得不生不灭叫涅槃嘛。其实你以后你不会知道有真的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状态，永远不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状态，永恒的不动的如如不动的状态呈现在你面前，那叫死亡，那叫石头，那不是佛。佛是有一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生灭，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哦，你站在空性的角度看到这个生灭，啊，只有空性才有可能生灭，只有空性才有可能患得患失。你所有的，甚至你的羡慕、嫉妒和无数的状态，只有空性可以搞出这么一堆东西，只有空性这么伟大，可以生出这么多东西，生生灭灭如幻化。然后生生灭灭，你是空性的，只有空性，毕竟空。然后呢，一切在里面生灭，当下生灭，然后当下消失，因为没有时空呢，周围的所有一切，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生生世世。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的生生世世是顺着的过去跟未来的，如果没有过去未来，那是不是当下你坐在这儿，这已经是你的生生世世？你可能是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他。如果因缘具足，你就是他；因缘具足，你就是他，是吧？你的生生世世各种啊，甚至你是阿雪啊，六道嘛，是吧？如果没有过去未来，是不是当下这些都是生生世世？当下这些毕竟空，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如果你安住在空性的，只有空性可以生灭，这就叫涅槃。生灭才是涅槃，所以生灭涅槃等同空花。但这个是你安住在空性的角度去看，所以不要怕你生出欲望习气，生出贪嗔痴慢疑。没有空性，你没有这么伟大。如果你不是佛，你没有这么伟大，你生不出任何状态，你没有任何状态。只不过问题，你跟成道者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成道者不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实有，你在里边空执着了。你在这无量无边的状态里执着了，然后你就分别执着了，所以你成了凡夫。成道者是知道，都是知道在空性里生出他即空界，因为他没有过去未来，所以他的生生世世刹那之间，当初发生，当初灭尽啊！哎，他只在当下的一点上，一切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不断的在生灭着，而且这就是涅槃，所以。如果你想做个什么，那对空性来说，如是因如是果啊，你造这个因就是这个果啊，它一定会转转转就转成这样，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造什么因，因为你起我们的念头很杂乱，一个念头里边有很多小的念头，自己都察觉不到，你只是察觉到你现在在听我说话，但是你察觉不到，其实你也知道他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他这个，只是因为我们是缘觉的，其他的70%在另一个维度，在其他维度在运化，你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因果出现的时候，你说我没造这个因，为什么这个果出现？其实你可能做了，或者是想过，潜意识里边想过，哎，有过梦想，可能那个果就来了，或者是有过恐惧，哎，感召过来等等，或者你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如果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生生世世就是这些啊。所以这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是你有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空性的，所以只要因缘具足，你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这就是你的生生世世。因为生生世世你是不同的人，那你生生世世如果是上一世你是个男的或者女的，你有可能是他，也可能叫不同的名字，是吧？叫张三李四，轮回没有那么，就是当下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相，也可以看到我们因缘具足了，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你可能是中土，也可能是乞丐，只要因缘具足，因果是写出来，就这样。
所以不用怕这些你生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空性你生不出来，羡慕嫉妒恨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没关系的，我们已经是了，只不过是说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状态啊，这就一大堆很多很多的状态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每天生了一大堆状态，但是有一种状态是最容易让我们看到空性的，那就是定态。只有一种状态是最容易见性的，就是见到空性，我们本来是空性的，就是最容易见到我们本来面目的。那这种定态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修哪一种法门，它最终都要进入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像什么其他的状态也能借空性，但是呢这就是需要功夫了。你在洞里面，就是它定态就像你这杯水，如果我们不停的动起心动念，不停的乱动啊，或者是我们在欲望跟习气里边也能借空性，只是你没那个功夫。只是说就像水不动的在波动，就像这个茶杯的水不停波动，你就看不透底。但是这个定态呢，是这个水停下来了，就是这个水不波动了，那么我一眼穿透下去就看到这个，就是能够见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嘛。所以定不能成道，是你透过定能看见空性。所以只有这一种状态是最容易见性的，但其他状态也可以。所以不要排斥任何一种状态，在任何一种状态里你都可以成道。所以法门无量，懂吗？所以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贪嗔痴慢疑这么多，我哎呀，我又羡慕嫉妒恨，我怎么这么差劲儿？我怎么能成佛呢？所以不用这种担心。如果你有功夫，你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借空性，有空性一直在那里。每个人因缘具足就是空性，我们都是空性，因缘具足你就是他，是他，只不过是他是空性一个因果，他是空性的一个里边的一个因果。但是你也知道，空性，它既然叫空性，里边是没有东西的，所以本无生。没有可生可灭的东西，但是你现在用你的肉眼看到的生灭就是空性，因为毕竟无嘛，在本质上，因为它叫空，它叫真空，所以里边没东西可生可灭，所以只是因缘具足的幻化，知道吗？我们生生世世因缘具足的幻化，所以空性就在这里，是吧？那其他的状态也是一种幻化，你要了知毕竟空的境界，了知万法本无生，那看见生灭就解空性了，是吧？而且你本来就是，你还怕成不了？只是我们的定态不够，所以我们经常迷失。我们在定里边就见了，哎，过两天见了，当然我们这个见不彻底，因为还有一些迷雾，就没把最后那个窗户纸捅破，就是见得不透。就是这个水虽然沉静下来了，但是隐隐约约好像是了，但是呢这个水不够沉静的很厉害，就是不能一眼穿过去。所以它水的，因为你们清静了嘛，浪花小了，你隐隐约约说好像我看见了，你是忘记了，也不能说你没看见，因为你概念上见地上也懂了，因为佛讲了好多嘛，你也知道一些，再加上你的聪明，再加上隐隐约约也好像忘记它的背影了，忘记空性的影子，因为但是毕竟空的境界不懂，所以你不能在生灭法里边接涅槃，接到永恒，就是因为你在分别里边执着，所有的状态都可以见空性，没有问题，甚至嫉妒，甚至憎恨，如果你能在地狱里见空性也没问题，哪儿空性都在啊，就是这样的，是吧？纠结啥呢？大家都是真的是记住，你就是，只是说你能从哪种状态里借性而已，你能从哪种状态里能够穿透它，穿越它，只是很多状态你不可能，因为很多状态里边你的执着太重，在很多的比如说贪婪啊、憎恨啊、嫉妒啊、抱怨啊，或者有些里边你已经执着了，所以这种执着障碍了你借空性，但并不是说这种状态不是空性，不是因缘具足的空性，它也是那里边圆满的空性在那儿。哎，如果没有过去未来，圆满的空性都在这儿啊，连时间空间也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生生世世啊。看到每个人都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性啊、如是力啊、如是，这就是实如是的境界嘛。你们不是因为《法华经》学完了嘛，这些都背得很熟了。了解这些，你就。会太多的着想啊，
就是我们心里深处，这就是《楞严经》里面不是大家经常看《楞严经》里面说是他不从这儿生，不从那儿生，不从什么，你们经常有这种句子吗？啊，就是里面说，哎，这个声音不从这儿生，不从那儿生，不从他生，不从虚空生，不从耳根生，不从生成生，啊，这种本无生嘛，这是本无生，这是种修法。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句子，它是种修行的方法，就是，哎，比如说你身体有个嗔恨嫉妒起来了，你就去想，他从那儿，他从我的哪儿生出来？他从虚空生，还是从我肉体生？从我心生，还是从头脑生？你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呢，这叫本无生，就是没有任何一法能够真正能有地方，他没有出生的地方，所以这叫无生境界啊，在密宗里边这是个修法，经常大家来闻思修有这种方式。来去知道它的虚幻，就是说无生境界嘛，本无生嘛，万法本无生，这是 中道啊。万法本无生，所以也就是《金刚经》的不着一切相啊。如果你万法本无生，你还着啥相呢？如果在内心深处你深信不疑，万法本无生，在修行上这样会打破你的一些执着的，有这样去思考，就是说佛让你这样去思考啊，这样来修行，然后呢会打破一些执着，打破执着就是不着相嘛，这就是金刚经。站在空性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法华经嘛，这不就法华经里面的东西吗？楞严经它很多东西是里边很就很详细教你怎么去，哎，就是它有一个方法，就是无声啊，怎么去思考啊，闻思修嘛，怎么思考，你们看那些句子的时候你们也那样想，哎，我起了个烦恼啊，我这个烦恼从哪生出来的？如果他真的是说本无生，那我执着什么？他就没生过，因为你是真空，即使他在那儿他也本无生，知道吧？就像云在虚空里挂着，你只不过是因为你的分别执着未及功夫未到，就让他挂在那儿好了，是吧？影响你成佛吗？为什么就没信心了呢？是吧？还觉得过了两天都，哎呀，好像我这样子成不了佛，就忘了本来事了。所以你看《法华经》重要吧？隔两天大家就没信心了，觉得，哎呀，好像我好像这个样子一大堆的问题，好像成佛好遥远。始终，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学《法华经》的意思，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就是，知道吗？你只是迷糊了。一直在那迷失啊，因为一念的执着你迷失了，然后就像吸毒了，迷迷糊糊，这就像吸了毒在那看了一大堆幻境，你问他你张三李四，他说哎呀李四，一会儿说张三一会儿说李四，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嘛。我们不过就是这种状态，就算你说李四张三，那你能扫你一个汗毛，你反正你毒也去了以后就 OK， 你就是你嘛，你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反正还是有手修一修，因为这个状态，因为我们虽然在很多很多的状态里都可以见空性，但是呢定态是最容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功夫不够啊，就是静坐还是帮助蛮大的，就是有时间继续坚持。静坐的时候进入定态，一种是就是专注力啊，专注力很高的，就是跟呼吸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最好。再提醒，就是说专注在呼吸里边。如果你的心很塞，就是现在仿若说我心塞呀，就是很烦很塞啊，那可能就是在动里边保持觉照，也是一个不动的状态。就是动跟一个是保持着觉照，哎，但身体在晃动，比如跳舞啊，身体在晃动，或者是在晃，哎，就是然后保持觉照，这个动跟静都不是你。只要不着动跟静的这两个都不是你，只要不被两个执着，你晃着也能见也能定，哎，没问题的啊。还有耳根修，如果是愿意修耳根的话，因为楞严经我们没有系统的讲耳根，因为闻思这一块大家有时候很多方法，耳根这一块就是反正就是你先静下来，如果从声音去听闻的话，就是。就坐在那儿先修，第一步就是不要听，就是我在别的写了一个，就是说大家理解不了入流王所的境界，所以我就说不要收留声音。哎，你坐在这儿不是，
我的外边都是生意嘛，外边的生意先不要收留了，因为你的头啊，你像个收容所，把生意都给收进来了。哎，有时候我们去看，你先不要收留了，也没有内外，其实根尘是一体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是一体的啊。那么这两个本来是一嘛，就没有内外，但是现在有嘛，我们是从有开始进入空嘛，所以我们就按有了说啊，这就六根六尘都在这儿是吧？哈，我先不收留你了，我这个收容所满了，我先不要了，其他的生意不要进来了。哎，这个蛮重要的。哎，你就发现其他的声音好像屏蔽了的，他对你，他也在你这耳朵里边响，旁边响，但是他就像空谷回音，因为你这边不收留的时候，你的心就会静下来，然后就心就会很沉静，就是你就不再分别了，就好像不理他了，不管了，反正我就结界了，我不要了，其他声音不要来了，我收留不了。好，剩下来我会发现你就坐在这儿去，静下来的时候。哎，你就会里边一大堆声音，其实没有内外的，但是外边的声音不进来，里边你就会发现你录下很多声音，啊，你突然会发现你听到了这儿，听到了那些声音，突然脑子里出现幻听，你会出现幻听啊，哎，突然觉得哎呀，好像那个声音我贴耳开了，能听到很遥远的声音，其实不是，还是幻听，哎，就会或者哎呀，我听到了什么，哎呀，突然我就好像回忆起了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在你头脑中会、身心里边会回想起来，什么钟声啊、鼓声啊，什么东西啊，或者别人突然有人骂你的声音，或者说你的声音，还是图文并茂，还有图像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开了天耳，也不要认为开了天眼，不是，是幻境。哎，因为外边的声音体截流了以后，里边的声音开始录像啊，它开始清晰，然后这些声音，然后呢？跟图像慢慢慢慢，就会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才会慢慢进入，就是因为心就静下来了，心静下来，这个心就开始进入，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分别了，内外就开始贯通了。这个时候，内外因为正量上内外贯通了，里边也停了，外边也停了，你坐在这儿，你分不清耳朵的内外的时候，心的分别停下来了，心的分别是跟着内外贯通。就是正量上达到了你的分别才是，你本来也没有什么分别，你哪有心啊，你分别个啥，它是内外在正量上而根尘脱落的时候，内外不分的时候，表示你不分别了，表示你的心不起分别了，哎，这样子来破动静而相，声音跟相是一起的，你才知道你执着，就是先这样子，先从这样开始。就是先从有开始修行修正，就是他修耳根啊，修六根，他不从一根走的时候，你不要先从意念就认为，因为对耳朵来说，你先从就是说有耳根有深层这样开始，从耳根跟深层的破来破意识，破意念，知道吧？耳根深层内外，你会慢慢的，我们会静下来，会到达这种状态。声音有也会有的，因为声音好修嘛，就算你一个人坐在家里，你试试，你坐在这儿，就算是没人说话，你觉得很近了，是平时你觉得很近了，叮这儿一声，噔那儿一声，一会儿墙叭的一声，一会儿地上有个虫子窜，就是你很近的时候，如果把里边的声音清理掉的时候，真的是地上一根针，一根蚂蚁爬你也听得到，但那还不是贴耳通，因为你太近了。那还有根尘还没脱落完，就是根耳根的根深层啊还在那，还在分别里面，你还得修，还继续往下修。如果境界很多的人，如果是说大家境界很多，就是本身打坐就很多，又有图像脱落病貌的话，我觉得修眼根也不错，修眼根啊，眼根破光明跟黑暗的分别，也可以。如果你已经有定力了，几乎到了八地菩萨的等级，出一根心，我觉得也不错。出一根啊，观心，出一根，破生灭法，直接从生灭里见涅槃。可以，就是不要泄气，休息不要泄气，哪怕说老师不在，说我们这两天没修，没关系。
老师来了听再听，就是这样的嘛，是吧？随缘了，哎，休息，不要渴求，不要对自己苛责，就是说又责备又哎呀，对自己太客气。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我们不会很安静的过日子，哎，总是想成为什么。如果老师不在，我没有从早做到晚的修八个小时，我觉得也觉得好像浪费生命了，也没什么。你不要在那儿折腾我，一会儿是个凡夫，一会儿是尊佛，也算进步。保持如如不动，保持，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能在，你看我们如果在无分别，你觉得你的头脑没有分别的时候，一般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像个白痴傻的，你没有圆觉的境界，知道吧？你觉得，因为对成道者来说，他坐在这儿，他在静下来的时候，他在一念起的时候，真的是像海一样起来，就是物来遮应，过去不留，就静下来。落下来的时候，他回归到空虚的时候，他是零零明明圆觉的，保持圆觉的状态，无所不知的在这儿。哎，他不是坐在这儿发呆发傻，但是都是从发呆发傻开始的。哎，刚开始因为我们说坐在这儿你什么也不要管，无所谓不分别的时候，那不是个傻子吗？坐在这儿，我们之所以变成傻子，不是空性呈现出来，是你的专注力不够。你坐在这儿发呆的时候气是散的，你会看到你们有个，我们坐在这儿，第一是气窍堵了，窍全堵着呢。第二坐在这儿气是泄的，就是坐在这儿就这不无分别的时候就傻了，就是脉啊气都就是没有通达。然后呢，你的气窍为啥堵了呢？你的窍啊什么这六根为啥就窄了堵了呢？就是平时你的就是障碍，就是执着了，平时在很多事上执着，这每个执着都把你的窍堵住，让你形成障碍，就是你的耳朵就不能像贴耳一样听很远，就不能圆通嘛。圆通是圆满无障碍的境界嘛，就是所以通达圆满无障碍，就是六根无障碍，就是六根可以互用无障碍，这叫圆通嘛。哎，那我们现在不是有障碍嘛，眼睛看不到桌子底下，这不是我们的眼六根就是很有局限性嘛。那现在我们要不是圆满坐在这儿，像一个成道者一样圆满的看360度嘛，现在后边就看不见了嘛，是吧？那就要圆通，就要修嘛。但是我们刚开始说进入无分别的时候，我们就是傻的坐在这儿，好像没圆满，这个世界也不知道了，其他世界更不知道。但是要从这开始，你要找到为什么我坐在这儿不能够打破这个局限性，是因为第一你的专注力不够。你坐在这儿修行的不是坐在这儿发呆发傻是可以的，说我第一念无分别，我坐在这儿无分别，你静静的坐在这儿。但是你要像我不是经常比喻说像麋鹿听音啊，像猫灵毛扑鼠啊，人家猫在老鼠洞口等老鼠的时候也是不动的不分别的，但是人家是保持高度的专注力跟景气坐在那不动的，是吧？坐在这儿零零明明，然后保持一个觉知，六根都在这儿打开着，在这儿，然后呢不动不分别。嗯，这是一个修行的状态跟境界，不是坐在这儿气一下子散下来松懈，然后那你一会儿就睡着了昏沉了。哎，保持在这儿，哪怕你闭着眼睁开眼都可以。嗯，六根全打开着坐在这儿，这才是修行的状态。就是先从这个状态开始进入，一个是如果你还达不到，那么少吃点东西，吃饭多也会这个吃饭多以后脾胃里边这个肠子里边，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胃里边挺大的一个胃吧，在这儿塞满东西，再加上肠子里全是塞满东西，那么身体的最主要的腹腔这一部分全装上东西了，那装上食物了嘛，装上食物的话它这个发酵啊蒸汽啊就会喷上来，然后上边就轰轰沉沉的。哎，肚里如果是肠子里跟胃里要是空一点的话，头会清明，就是不那么想睡觉，哎，就没那么轰沉。第一是少吃，第二吃素，就是会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这两个都不行的话，再就是与呼吸在一起就能够保持住状态。但是有的人直接坐在这儿就如如不动的就不会昏沉也是可以。
但就是从我的经验觉得少吃还是，尤其你要静坐的话，你要晚上静坐的话，或者说是少吃点还是，当然说你要很饿就算了，很饿我还是建议你吃吧。任何时候都是心态平和，哎，如果心态很波动很纠结，愈生愈死，然后很难受，然后发生了一件事，你真的是很就是很难受，又无法在里边借空心，但也很难受，还影响很大的话，最好去处理它。如果处理不了，先放着也不行，那就念佛吧，然后念咒持咒吧，然后通过咒语啊、持咒啊，摄受自己的心，让它专注起来，摄受在一点上。哎，实在不行，全放下，就是我不修了。今天不修了，不能说我永远不修。我说好，我今天不修了，我就是我什么入定的这些方法啊、觉照啊、观想，我全部放下，全部放下。吃好的，玩儿吃，然后呢，就是完全做一个凡夫，然后内心如如不动。哎，不要觉得俗啊，不要觉得你怎么了，不要觉得哎呀，我是由一尊佛变成一个凡夫的，我只不过是今天变成凡夫了，千万不要认为你就是那样的，好吧？不要有这种分别，不要觉得佛是很高的，凡夫是很低的，不要有这种对比。人世界每一种状态都是空性，否则你永远破不了那个佛相。那是佛像在你头脑，那是佛像，空性就在这里，空性每时每刻跟你同在，你上厕所也在那儿，何况你吃一点美食呢？只是不要为了在你没有见到以前，如果你觉得吃美食你没有不能戒空性，那就换一种方法呗。人家有的通过吃也能戒，那真的是，哎，太厉害了。膜拜呀，对了，就是那种人家能吃的就成佛，也是很厉害哦，是吧？通过吃，觉得吃个不吃一个样了，然后呢，空性就在这里啊，不分别吃，不分别包括味觉啊，什么都不分别，那挺厉害。大家就你这说这不分别，很多人就是一说这个不分别，很多人就修苦行嘛。你看那印度教很多，就是哎呀疼，为了破觉受嘛啊，破觉受我就是扎个锥子啊，身上就是啊，就是在火里烧啊，在荆棘上睡啊，大便里躺啊。其实他就是想不分别嘛，那个真的破不了的。我就一根针扎上去，他能破了；一根锥子上去，他肯定不行，知道吧？它破的总是有极限的，总有它忍无可忍的东西，所以佛陀不赞成苦行是这样。但是说它能够相对我们承受力会强很多，比如它会很耐寒啊，很耐苦，就是很多东西过来它不动，它皮肤要变得很厚，它不穿衣服嘛，它把皮也裂得很厚，就是修苦行那种头陀，但那不是究竟的解脱道嘛，所以佛陀废掉，就是还不如你从。破觉受还不如你按无生界去想呢，观想。比如说，哎，觉受这个觉受不从肉体生，不从外力来，或者不从自己虚空生，你还不如这样去观想，然后呢，心安住，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破。但是他们没有无生界嘛，没有无生界，没有这种观想，所以他就是拿身体的，就是极端的这些来去说，我心可以不分别，其实他已经在分别了。他觉得他能承受，这已经是种分别了，所以很修得很苦，成不了佛。所以佛的正知界非常难得。当你第一次你根本就难闻，你听不到；第二呢，当你闻听了，你能够认为他是无上大法的很少，就是说哇这么厉害，就是说这个简直是真理啊！就是我们靠自己的意识层面的。你是不可能知道的，能够珍惜的也少。如果能够珍惜，能够闻听到，然后觉得自己还成不了道，那是有点傻，知道吗？怎么可能不行呢？因为那么高的智慧都告诉你，他告诉你了，知道吧？那全是秘法，是吧？他
经历过的，他修行完的东西刷全给你了，就告诉你，你只要照着做，嗯，只是你把握不住那个度，刚开始无分别啊，怎么无分别，越出眼耳根啊，你只要动静二小一破，你心就无分别了。他是，就说你把握刚开始切入不了，但没关系，摸索几年就进去了。哎，对你这么聪明的，三千了。你看我说个聪明都着笑了，现在你不能说我聪明，应该说我有智慧，智慧也不能提了，是吧？好像就是对修行者来说，说智慧说聪明都成了贬义词了，是不是？你觉得这样我太聪明了，做人做的成不了道，做人做的太聪明也是空性的智慧，知道吧？没问题的，只要安住，反正你见地上逐渐的不断的圆满，你会自己会安心，在任何状态上都会安心，你不会悟了的。成佛这件事永远悟不了，只是啥时候醒来而已，因为它就在那儿，怎么回事呢？所以《法华经》叫经中之王，你知道吧？如果没有这个戒定，你可能修很多劫，但有这个戒定，如果在那儿的话，真的是太厉害了。你不需要那样修的，不需要相信，不需要说是成佛好困难好困难，不需要，因为你已经是空性了，你就不过就是一千万种状态吧，然后通过那一千万种状态，一千万种化身的状态，这都是你的化现，你都是空性了吗？好，一千万种状态，你今天开心也是一种状态，烦也是一种状态，贪婪也是一种状态，嗔恨也是一种状态，嫉妒也是，邪恶甚至也是，善良也是，都是空性的状态，只不过是有些状态不容易让你见到它。那么从定中来，从定的态，它有一种状态叫定态，但是你知道《楞严经》不讲四禅八定，不讲定态的，它是了悟，叫你去悟空性，悟无生啊，悟中道啊，哎，去了悟空性，逐渐的了悟，心是什么？就找心嘛，心就是空性啊。但是平时我们把意念，把心照当成心嘛，要么说哎肉团心，要么说哎我的每个念头就是我的心，这佛说这是错的吧？它是只是空性里边的状态，肉团心也是空性里边的现象，意识也是空性里边的状态，空性里边的一个现象，都是现象。空性是不可看的，不在见闻觉知里边，不能看到，不能听到，不能尝到，不能说，说你这个不能说，不是不能说，我现在就在说，只是不能定义，不能给它下起名字，不能给它定义，它什么也，它不是一个物体，甚至不能说它是空的，它是有的，不能定义而已。就是不能拿文字定义，概念定义，但它就在这里，这就是说空性啊。所以如果你安住在空性里边听闻的话，你听个不听一个样，我说个不说一个样，因为你是真空，我也是，大家一样，真空里边没东西，所以闻个不闻一个样，没六根，所以听个不听一个样，是不是？真空无心嘛，所以说个不说一个呀，所以佛说49年没说一个字嘛。所以我这样说就是说，大家不要泄气。我知道大家还自己认为贪嗔痴慢一大堆，好像成佛很遥远，根本就不是。因为你学了《法华经》，学了《金刚经》，你学的都是大乘佛法最顶尖的经典。所以你要认为，当佛陀把这些经典告诉你的时候，你有功德福报闻听到的时候，你离成佛不远。成道以后，你就如果你的在戒地上逐渐的圆满，圆满，圆满，就这么圆满着，圆满着，然后慢慢的你在六根上再突破一根，你就成佛了，知道吗？真的是啊，成佛很自在，没别的，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啊。大家不是都想随心所欲吗？哎，心想事成，随心所欲，这不都大家的梦想吗？我想个啥，它就成了，不用我很努力啊，这不大家一直想这样吗？这就叫自在。
要这样说，大家觉得，哎呀，不能那样子，太俗了，我得想个更高的。那你想个多高的，是吧？或者是什么？比如说，老师你忽悠我们，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啥也不想了？你不会的，你会想更多。但是你不会执着，你会游戏，叫游戏毕竟空，在这个世界你才会充分的去享受每一个东西，因为每个东西都跟你同在，你现在跟你不在一起，你知道吗？你吃不知道吃的味道，闻不知闻的味道，眼睛看你不知道那个东西的，你不知道它没错，你是以你的分别执着去定义它的，你跟外法都不同在，所以有的没有的就是丑，对你那么如此的强烈。但是如果你跟外法做在一起的话，丑的也是你，美的也是你，那种状态你从丑里边就感觉到很舒服，美里边也很舒服，你就再也不会觉得任何有个东西能控制你，知道吧？你觉得自在，游戏毕竟空嘛，游戏毕竟空，你肯定游戏嘛，你不会想的更多，是吧？因为吃的更滑，是吧？因为有时间了嘛，你不用去见入定要见空性嘛，你全部的时间都因为你找着这个肉体嘛，你找着这个眼耳鼻舌生意嘛，是吧？你然后呢，在三维你就视觉了这个相嘛，那么用这个相去做所有的是利他之行啊，做个不做一个呀，还是然后呢游戏所有的东西啊，那长着嘴肯定要吃的哦，长着耳朵肯定要听的嘛，是吧？你长着六根肯定要吃听，哎，圆满的把六根淋漓尽致的用在这个世界上啊。但是你要弘法也没问题啊，你不弘也没问题啊，你每天在街上跟小朋友玩也没问题啊，没人让你逼着让你去讲什么东西，自己选择，那叫自在。自在的时候也是用六根来自在，就这个我们认为的臭皮囊，就这样，挺好的。没这个臭皮，没空性，没给你这个臭皮囊，你怎么在这世界窜啊，乱蹦啊，走来走去啊，是吧？政治弘法，讲写东西说话，是吧？了缘都不得靠这个臭皮囊，这个空性给你最伟大的杰作啊。但现在你空性给了你这个东西，让你来这个世界上去自在的去玩一遭，在三维角度体验一下，然后你竟然执着被困住了，困在三维了，因为我们执着就困在这儿了，困在这个幻境里了，去不了其他维度，或者是说很辛苦，觉得很辛苦，是你忘了你是空性，你忘了那个本源头的东西，然后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小小的投影，所以困住了嘛，然后自己患得患失啊，自己觉得自己不好啊，哎呀，隔两天觉得自己很好啊，隔两天又觉得自己糟糕透了，不好啊，就是这样。其实也真的都是你，糟糕的也是你，不好的也是你，好的也是你，只是说不好的时候太多了，糟糕的时候太多了，好像好长时间，哎呀，一直糟糕，就像天阴了，老时间久了一直不停发霉了，就这样一直糟糕嘛，是吧？那么就吃吃咒啊，念念佛啊，你不用转那个糟糕的相，你就吃吃咒啊，念念佛，哎，转移过来。因为其实我们有千百种状态，我们可以把这我们的空性是可以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只是你现在死死的认为你是糟糕的，所以转不了了。你把自己画地为牢，画在那个糟糕的状态里，因为这么糟糕，我怎么能出去呢？你不需要折腾，它糟糕也是毕竟空嘛，糟糕就是要天乌云，就像不停的下雨，阴雨连绵，那是有因果的，是吧？有因就有这个糟糕的果，是吧？那前边自己又不勇啊，又洒水啊，自己登峰降雨做了一大堆，现在下雨了，自己不就这样的？那没关系哦，原来是我搞的，自己搞的嘛，自己弄了一个人工降雨，或者还但然后心态又发霉，又不喜欢，然后就发霉了嘛，那么。好，这一堆来了，它总会过去的，知道吧？因果总会过去，如果过不去也没关系，你可以在这种状态里边去持咒啊，唱歌啊，跟它同在。但是需要一点功夫，在糟糕的状态里能够唱歌啊跳舞，心如如不动，那就是练定力了。
人家还修苦行呢，我们大不了就在糟糕的状态里练呗。想想人家，你看人家那头陀行，睡在大便里也练，睡在荆棘上也练，人家还站在火里边练啊，什么很多吹牛是，你看那个网上你们会查到很多那些修头陀，很辛苦，睡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去练，大不了你就是糟糕状态，就当成那极端恶劣的条件了，就当成严寒酷暑底下，人家说叫什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啊，是吧？我们大不了把糟糕的状态就是等于三九，然后等于三伏，只是不出汗、不动于而已，就是心里边或者是在很发霉的地方练呗。只不过当成一个苦行去学也可以啊。所有的状态都是因因果果造成的诸缘具足，但是它毕竟空，你看不到它毕竟空，它也会有。就算是它，你不能够在当下毕竟空，它也是生灭法，它也会灭的。因缘完了就灭了，缘聚缘散了。你千万不要，重点是你千万不要好的始终让它有很坏的，觉得来了、就这样子，都是你自己搞下来的。都是你自己干的，平等的面对他，就是对自己慈悲呀、你干了，你做了一点，你这边玩了，这边刮风，或者是你做了一点因，这边出了一点果，然后你在这里又生气，果来了你又生气，做因的时候没看到，果来了生气，那生个啥气嘛，是吧？果来了也坐下了。自己受呗，受坐着在受呗，然后那就是对自己很坦然的受。瘦的时候我不想吃饭，但是也得吃，我这个小身体不行，我得吃两口去保养呗。这个过程就调啊，慢慢调心态啊，通过持咒啊，听听音乐啊，出去逛逛街，就是各种方式啊，让自己能在这个最糟糕的状态里能够安住下，因为一下子调不过嘛。大家说你有助缘，你有善缘，那佛菩萨拉你一把，那是最好的嘛，有神通有境界的啊，刷就把你清理出去了，那把你的因果里面那些逆缘啊什么的帮你解决了嘛。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有的是不可以，有的可以，比如说有人为你外债要债来的啊，或者是有逆缘找上门，这些都可以，上师啊或者老师都可以帮你清理。但是自己心性上有些东西是因为自己的执着跟分别导致的那些果，这个老师有时候帮不到，只能开解你的心结。甚至心理医生可以，我们聊就是这一件事我卡住了，那就聊这一件事呗，直接聊透它呗。这也是帮助，这也是善报善缘。其实我们大家我觉得都是基本上是对自己不太满意，我觉得然后呢，第一是对自己，我今天来看见大家基本上首先是对自己不太满意啊，除了忙着做事的不做事的，就是觉得第二就是修行很遥远很难，成佛这件事是在未来的，然后呢对自己不太满意，对目前的生活不太满意，对目前的状态不太满意，然后对自己就是当下所处的境界不太满意，就想着好像要个什么但又想不出要个啥，是吧？就是状态整体状态不满意，就是不太总想着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但是也不知道好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多多少少都有点佛之见的嘛，就是现在是世俗的觉受欲望跟佛的之见交合在一起，因为你很容易说服自己，哎呀毕竟空啊，哎呀无所谓啊，哎呀不如如不动啊，你就世俗的欲望一进来了，你就拿佛学这些东西做挡箭牌，但是又挡不住，所以很糟糕，知道吧？欲望像洪水洪流吸气的欲望就是像洪水，然后拿那些芥蒂好像很没力，但是还是你芥蒂不透，佛的芥蒂很有力量的。你不能安住在当下去看那些芥蒂，你是就头脑生生灭灭的去思考那些芥蒂，就是不清楚的时候，在我们没挣到的钱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梦想，所有的欲望就会导致一些梦想，就是里边有很多彩色的梦想，这些梦想都会导致我们晃动，然后不满意自己，不满意现阶段的所有自己，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更不满意外边的人事物了。
因为跟城是一起的，你不满意自己怎么能满意城呢？六根跟六尘是一起的，你当你不满意自己的时候，外边的也不太满意，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灰暗，你这边发霉了，外边也发霉了，一样的。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外边的人事物导致的我们心态不好，其实有时候其实始终是你的认知出问题了，你的认知就是太局限性了，就是没圆通，认知没圆通，认知有障碍。那为什么我们认知上有了障碍，你就开始寻找了，我在认知上哪块出障碍？如果我觉得我就看那个他不顺眼，我烦了，那你也跟出障碍了，也跟分别了，是吧？要不耳根分别，你明知道，但是坐在那儿就说我知道我着下了，或者我知道但是没做到，那继续修呗，总有一天可以的。也不知道哪天，这种事总有一天可能发生，突然解脱出来了，突然无分别境界出现了。但是只要你坚持坚持，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大后天，谁知道呢？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嘛，哪天突然醒来，谁知道呢？你还能说你睡在床上，有个人问说他半小时以后醒来，十分钟以后醒来，五分钟以后，这个谁也算不来，是吧？如果他想醒来，他随时可以醒来。都有可能啊，只要他不留恋梦境啊。如果他做了个美梦，一直想梦下去，那继续了，我也觉得挺好的。反正醒来也是梦嘛，你不觉得醒来也是梦是吧？就在梦里边做美梦嘛，但是他要保持觉照的作业没问题啊。在梦没有梦里梦外，知道吧？没有涅槃，在生灭里边见涅槃。没有，而且在生灭里看到生灭里边知道永恒，知道吧？有永恒见涅槃是，如果你能在生灭里见涅槃，那么一定是那个生灭里边已经没有东西可生灭了，毕竟空了，你才能在生灭法见涅槃，你才能了解实如是的境界《法华经》，然后你肯定会很微细的摄受自己内心。不敢造那个因，因为那个果来了很烦，知道吧？但是大菩萨都不怕烦，是吧？所以有的菩萨会愿意去做很多很多事，去有时候有些缘是要创造的，创造出来为了度脱，那也叫慈悲呀。不要去否定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否定负面的，这是空的，但是正面的起来就是虚啊，这个真实不虚啊，自己要鼓励自己啊，是吧？甚至是身边的人发生的，说是他身上有一些正面的想法，也不要说虚伪呀、假如说这些人说我好慈悲啊，我今天很慈悲心泛滥了，然后你就说随喜呀、就是啊，继续自己也要去鼓励自己啊。正面的，哪怕不要用虚伪啊，自己也觉得很没劲儿啊，怎么？只要哪怕它是个念头，知道吧？你是空性的，去鼓励，凡是正面的、好的，那都容易让你得定的哦，那都是得定的助缘啊。你以为得定就是不断的，然后都美好的东西你就安住了？苦难里边你很难安住的嘛。除非你已经麻木了，或者是逆来顺受了，或者是在苦难里你已经认了，那不是毕竟空。但是喜悦或者是宁静，或者是开心啊，正向的很多东西很容易让你安住安心，那么就鼓励自己去。不要怀疑自己，一旦你进入了某种状态，请不要怀疑，每种状态里边都有空性。如果你怀疑自己，你是怀疑那儿没有空性，知道吧？你只可以怀疑自己功夫不到，不能怀疑那儿没空性。你没见，不能说那个东西是错的，那就是因为是错的事情，是你不行。不能从垢净里边、美丑里边、善恶里边借空性，你不能从这个。所以没办法，说是先入定吧，先从定里边借吧。
定里边通过定来见，最终是让你在一切法里边见。所以楞严经里面没有什么楞严大定，没有什么特殊的定法，就是保持心安住安定静下来，然后经常与呼吸同在，训练自己活在当下状态，不要被过去未来打扰，这些始终是大家觉照里边要注意的。我好长时间没过来嘛，紫竹院，但是过来以后呢，就是觉得这个场也不是的，如果是在人世界说的话，不太像修行的场，老实说有点从人世界的角度啊，这个就是大家的心思各怀心思，就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各有各的想法，不断的有想法，就看它不是一个没有一个就是圆融的，就是能够循环的这样一个场，而且也不太清净乌烟瘴气的啊，稍稍有点浑浊但是我不觉得这不是成道的场，懂吧？因为你们学过经典，学过法华经，学过金刚经，那些芥蒂很重要的，那些芥蒂已经开始露在你们的身心里了，只是你们什么时候醒来而已，知道吧？如果你们愿意醒来，在这种场里边也可以成道，不要以为道场一定是某种状态的，这本身也是个误区，知道吧？如果你们不能在这组场里边借空性，那么这组场这就叫滚滚红尘啊。那么告诉我，什么叫清净的道场？难道进来闻着檀香味，哇，看着听着古琴声，听着流水声，然后呢，哇，花在开，难道所有的静的一根针掉地上还能听到？然后呢，每个人都如如不动坐在这儿不动，那是佛像，那个道场，当然那个道场也能成道，知道吧？那个道场太清净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大家。我觉得这个场才是你们的场，这太多，这个场就是你们的场啊！大家的心里边，什么滚滚红尘、欲望、习气跟芥蒂在挣扎，挣扎的时候肯定是乌烟瘴气啊。风尘滚滚啊，那房间不每天才打扫吗？打扫那个房间，你看，不是灰尘都会荡起来是吧？我觉得这个场太就是你们不同的在挣扎，说明你们还在挣扎之中。如果哪天我进来看见死了，这就是不挣扎了，最起码这才真不修了。然后呢，要么就太清净了，那要么就偏空了，很可能。我目前这个场可以成道的，所以不要泄气。知道吧？所以保持觉照，保持觉知，知道吧？只是这些场合容易让你们昏浊，昏浊就是六根啊，那个窍开不了，就是坐在这昏浊，就觉得这就是啊，这离佛十万八千里啊，自己没信心，自己会否定自己，就是没信心，觉得自己很糟糕等等，出现这种认知，就这种场会让你们出现这种认知。如果这个场很清净，很这种场也会导致你们慢慢觉得，哎呀，自己在修行的场里面，不要起这种分别，所有的场都是成道的场。只要你保持觉照，继续安住，欲望和习气啊这些东西，哎呀，欲望习气不断的起来，没有想过，是吧？除非你就是欲望脾气太重了，重的简直就是。一不小心就掉地狱去了，就苦，要么就苦死了。这种可能会，我会告诉你们，可能修止力啊、持持戒啊等等。如果你还没有那么重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生出这种欲望，生出各种欲望习气，只要你不要动，你的身体会冒出一大堆念头，今天欲望，明天习气，这种梦想啊，不断的在身边，千奇百怪的想法。哪怕他是邪恶的、善的、恶的，这好，一会儿弄个舌头出来，一会儿弄个猫眼出来，一会儿长两只脚出来，一会儿变成老鼠，老鼠都没问题啊。你就本来就是个六道的相嘛，千奇百怪的东西啊，念头啊，这冒没关系。你是空性的，哎呀，你看着哦，只有空性这么伟大，可以冒这么多东西，每一个尘垢啊，这些东西没关系啊。
保持觉照，活在当下，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未来，不影响你，不要恐惧未来，不要担心过去，哎，不要去，当你在觉照的时候，不要管你妈怎么了，你爸怎么了，你孩子怎么了，先不要想，因为你那一刻就在修行，你不要以为当下，当你觉知到一切状态，觉知到你很糟糕，甚至你觉得这个糟糕，糟糕是啥样的，冒烟的啊、哦，这边，有时候假如我们糟糕，你会观想一些境界出来，比如说，你觉得哎呀我怎么糟糕了，那你可以观想一大堆境界，比如说，你可以观想一个房子啊，这也是修法啊，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心理疗法，就是比如说我很糟糕，哎呀我怎么很烦。那么你可以观想一个房子出来，你会观想一些境界，就是把这个糟糕变成一个图像，就是糟糕是什么样的，你给我形容一下，耳朵冒烟，眼睛冒烟，鼻子流血吗，牙齿是不是发霉了，这个耳朵长草了，还是把它拔了，知道吧，只要你能想象出来的全部处理掉的，发霉的拿布子擦，拿洗洁精擦，长草的把它拔掉，哎，凡是你感觉到的能够因为状态，有时候心念，因为我们现在吃饱穿暖啊，就是个念头乱动嘛，其他的也没有说极端的苦行，极端的就是说当心里边这种烦恼的状态出现的时候，你没办法搞定它，是因为它不是个东西，它是个杯子，你早就扔了是吧，它扔不掉，就是它不是，把它想象成个东西，我这个也说过的，你们忘记了，把它想象成一个东西，比如烦恼它像个什么东西，把它想象，把它画出来，把它写出来，甚至然后把它想象成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房子，或者一个对应的，就像那个发霉的窝窝头，或者我们吃过的发霉的馒头，哎，那就是我那个倒霉的时候，那就那种感觉，把它搞掉，把它剁碎扔掉，哎，去找这样一个对应的像，把它扔掉。当然如果是说对应到人了，你就不要去把人家扔掉，人家会揍你的，知道吗，尽量的对应到相上啊，然后对应到图案，或者自己画出来，或者是观想出来。嗯，说哎，比如说自己坐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或者哎呀很难受，那就试着去墙上开灯，一定会有电灯的，知道吗？一定会有电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受，你就观想自己在一个房子里啊，好像黑暗很沉沉的压下来，去摸电灯。然后找不到的话，你也观世音菩萨名号，观世音菩萨会帮你把灯打开的。哎，一下子好像光明就充满了，哎，很管用的。哎，电灯亮了，哎，好像没那么难受了。哇，一看地上趴着蟑螂啊，好多。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杀生的话，就跟他共处吧。但灯一开，一般蟑螂会跑吗？你头脑是有这种认知的，因为这就是信息。你只要一开灯，你会觉得蟑螂唰就跑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观想境里边，你都会观想出这个，因为你见过。其实那个蟑螂也是你虚构出来的，是不是？嗯，当然蟑螂不跑也没问题啊，现在蟑螂厉害。然后不跑的，你可以拿一个什么是面纹机啊，可以哎喷一喷啊，或者画个方框啊，自己坐在里边，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其实这些都通过观想境可以调的。把你的状态放在一个境界里，然后跟这个境界清理这个境界，甚至说比如说你跟他结约了，举个例子啊，或者是哎，就这样你去观想他出来，就是心里说我跟他有一些东西啊，怎么样，我不知道内心深处我是怎么了，是吧，总觉得跟他就忽上忽下的，不知道有些什么好。你一个人坐在家里，你就不需要跟他交流，因为有时候人跟人沟通有些东西也说不清楚的。那么好，把自己放在一个房间里，自己打坐静下来，然后呢把它观想出来，让它坐在你的面前，然后说出你心里想说的所有话，因为是你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观想出来，然后告诉他，不管是你爱他你恨他或者是什么，你告诉他，然后静下来去听，看他说什么，你一定会听到他的回声的，因为你们是一体的，我们知道吧。如果你没有过去未来，那么你就是他，你就是他，就是你的生生世世，你怎么能听不到呢？他就是一，他不是多。好，那么你去跟他说，然后他一定会回应，然后你去问他问题，然后也会听到从心海里回来的那个声音，你就找到答案了，你就知道你卡在哪里了。嗯，然后去改正他，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去校正他。嗯，不管在境界里出现了任何的答案，那在这个时空里边，那对应的有些事也是需要，
拿起放下该怎么样去处理的。但是那是种自我疗愈，知道吗？你那是都是一些方法可以自己用的，这些都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己遇到了可以用的，甚至跟孩子的交流都可以通过观想达成。比如说两个人坐在一起都没话说，都不知道我们俩为啥这么纠结，是吧？然后你静下来，一个人坐在房去观想出另一个人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你先静下来听听他在说什么。你静下来，静下来，然后问出你的问题，等着听，等，不要说哎呀他就是那样，他会怎么样，不会的。你等，突然有个声音就过来了，甚至没有声音，可能有一个图像过来了，或者有一个苹果砸过来了，都有可能，哎，都有原因的哦。你不要以为，然后你静下来去感觉，去体验，这都是一些心理疗法。以前就像一些催眠啊，或者是心理医生啊，都有这种就调理自己的状态。其实你修这个也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如果自己的内心真的是像刀割了，或者是什么，哎呀，剧烈的难受，怎么也解脱不出来，那一定有因果，一定有果，有些恶报在熟，知道吗？在熟，在一点点熟，比如杀业啊，或者是过去式的逆缘啊，肯定是有一些其他原因的，否则你不可能那么难求那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多去做做超度啊，甚至放放生啊，或者是就做一些，你不要以为那些行为没用的，在这兜兜转转，它会互相起点作用。有时候实在没作用再说了，很多事情没那么难，如果真的很难，那一定有原因，一定里边有其他原因，有的是你搞不定的，那就没办法。如果身边的其他人也帮不到你搞不定的话，那你就是受一段时间，就像在我们这种道场，这种类型的道场，没有说刻意的要清净啊，刻意的要什么这种道场，因为直接是从法华界的第一地往下灌的，直接，所以好像有时候没有太多的形式。但是呢，有时候大家甚至说我们在生活，我们不想修行，但是你跑不出这个场，你生活也在修行，因为你听闻过那些东西已经进入你的身心里边，那些芥蒂，所以你的每一个生活你都在修行。不管你认为你在生活，你认为你回到红尘了，你仍然在修行。一提提绝招，你就成了修行者，知道吗？没关系的，哎，炒菜也罢，喂猫也罢，去喂狗也罢，哎，在这劳动也罢，只要你一提起绝招，你已经在了，你已经在道场里了。一提起绝招就是，一提起绝招，当甚至在任何很多事里边迷失，突然想到了佛的一念芥蒂，你已经在修行了，所以你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营造一个修行的场，就是这样，让你在生活，将来你在生活的每一个点上，你都是在道场，因为我们这个道场就是滚滚红尘，知道吧？如果你在这个道场里，你觉得你在修行，你今天坐在此时此刻坐在这个凳子上觉得在修行的话，那你今天明天出去走到任何地方，你都是在这个道场，因为差不多，这就是红尘啊。是吧？这也是净土，只是有一天你懂得了话，也是净土。五浊恶世就是这样，你不要去，你以为你可以找到一个清净的、一尘不染的、脱俗的场，没有这种事。只要人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世界不可能脱俗的。你没有，绝对没有脱俗的一个道场，哪有那么清净的脱俗的道场？看谁看呢？你再干净，你让天人过来看看，这桌子你就是摸得再干净，他拿高倍放大镜瞧，所以天人的眼睛嘛，一尘不染，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干净呢？你再干净，他闻到你也是臭的。所以没有脱俗的场，我们这就是脱俗的，知道吧？这就是，只要你不分别，是吧？所以明天你去澳门，你去香港，你去东北啊，去上海，去哪里，这就是滚滚红尘，都是道场。
不要说你一定要在哪里在修道，你在哪里都在修道，只要你体内有佛陀的戒定，有觉照，有定，你就在已经在修行的路上，在哪里都可以。因为我们在我们没有成道以前，就是在生死轮回里成道，在生死轮回欲望的海洋里成就，在哪里都有这些东西。你的心永远在生生灭灭成住坏空里边，你在欲望欲海里是吧，在生灭法里边，你走到哪里还不就这些东西。有一些我们说做一些坛城啊，做一些厂啊，或者做官房，做一些体，只是那些建筑或者那些里边的厂啊，或者它是不断的提醒你，提醒你保持觉知啊，保持觉照啊，你要你是行者，它是不断的提醒你。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有些地方会遗忘，比如赌场，我们会忘了这里边可以借空性的这件事，忘了觉知。哎，比如说，玩得很嗨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忘记修行了。但很多地方，比如寺院啊，哎，比如说官房啊，哎，比如茅棚啊，哎，比如说哎。我们把这个地方挂个牌子叫道场啊，只要那两个字一往那挂，大家就觉得哎，这在这儿就是修行的，在其他地方不是，好像在其他地方都是过红尘的日子的，这儿就是红尘的日子，那儿也是，你一定要建立起这个见地。但是说你说在外边是红尘，里边这儿不是的话，也可以先在这儿先养成这个外边内外不分的见地。如果没有建立起这个界定，那现在这儿建立起来，在哪都是，就是有很多地方是提醒你保持觉知，保持觉照，你是佛没问题的。就像极乐世界的那些鸟啊，就是树上的鸟看见你，它就会说哎，你是佛啊。没问题啊，你很圆满啊，就说法嘛，你以为这是夸你呢，这叫说法。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状态就像个修行了。哎，保持这样的状态不要动。就是哎，包括正如啊，包括我发现好多哎，就在这儿，在这儿，你在这儿，但是你没看没听没有呼吸，你在这儿，在这儿，你在这儿，空性就在这儿，你就会借空性等着，就在这儿等着，就这样等，这就是保持觉知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既不会红尘，也不会分别，就这么。但是我们总是等不下去，总是会怀疑，哎，就这样就行了吗？五分钟以后就乱想了，开始就这就会否定这种状态，总是这样。哎，就刚才这种状态，哎，就这种场。然后，如果你的呼吸再能够顺畅一点，哎，绵长一点，这就是入定的状态，就开始从这个状态就可以切入。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哎呀，你是个修行者还是个凡夫众生，这些东西没意思啊，你想那么多不需要那样。你是凡夫也罢，你是个行者也罢，这些东西跟你成道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坐在这儿这种状态才行啊。那些东西都是你不同的相而已，都是空性不同的相。你是空性，你已经是了，你只是呈现了不同的相，高也罢，低也罢，凡也罢，俗也罢，雅也罢。哎，你是个结婚的也罢，你是个单身的也罢，这些都不重要，这都是你在三维角度呈现出的种种名相、概念、名字、相，看见闻觉知到的一切嘛，都是这些东西名相而已。你这个状态才是最珍贵，这个状态可以让你戒心、戒空心，就获得自在嘛。大家还是发不起那种我为什么要戒心，隔两天不提忘了。为什么要修道？为什么戒心？诸位，如果我们不能戒心，我们一直在六道里边轮回。再说一次，如果我们不能戒空性，不能成道，我们一直在六道轮回，我们一不小心掉地狱里很辛苦的啊。然后呢，很难劳，还劳你的时候很费劲儿，然后下去也很辛苦，
自己一不小心就很烦很苦，旦夕祸福，而且生命很可贵，就是我们这一生随时旦夕祸福。我们现在能借这个肉体，在这还因为我们还有呼吸，在借这个肉体能修行，随时我们这个肉体就会消失，因为人的生命很脆弱啊，也许我们死了，也许我们衰老了，或者是痴呆了，或者什么我们听不到佛法了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们就借这个保持觉照啊，反正今天老师在能修一会儿是一会儿，反正能听到什么算什么，就这样了。但是也不要责备自己说，哎，前两天我没修，你看我今天，不然今天我会修得很好的，就但不要责备，这种想法每天都是新的。昨天是你另一个状态，那个状态跟空性也有，也是空性的状态。就算昨天你很坏，你跟修行一点边也好像没沾，但是你也是空性的状态。所以昨天你也在修行，只是你没提起觉照来，没通过昨天那个状态借空性而已。因为你昨天没有提起觉照，没有那个界定，所以你昨天没有从你昨天的状态里借空性。所以今天你从今天的状态里去闻思修了，所以你把自己定义为修行。明天如果你更糟糕，你的状态也很糟糕，那么希望你在那个糟糕的状态里借空性，它也毕竟空。因为任何状态都无声，没有它不是，它无缘无故的，它是虚妄的。因为我找一个它能出生的地方，你找不出来的，虚幻的。然后你自然知道它是虚幻的，你为什么被它影响啊？然后认知你就是那样的，然后走到哪把它切个标签，我糟糕我糟糕，切在这儿不停的还提醒自己我是糟糕的。每个状态都可以接，只是说你昨天忘记戒心了，那么今天也在闻思修，那么准备戒，那明天状态你准备戒，一直准备着你就戒了，就这么着，哪个状态都是空性的修行的状态，知道吗？只是其他好多状态我们也不怪你，因为昨天的状态你不太容易戒，那个状态太乱了，知道吗？那个状态你能戒心，那么你那都八地菩萨以上了，所以我们那个状态没戒心也不怪你定力不够嘛。那就从今天这个不动的状态来戒，这个状态比较好一点，但不代表你昨天没在修行。正因为我们经历了好多，比如说我们30年40年，我们经历了好多状态，我今天说这些的时候你才能听懂，你才知道，哦，我很多状态的老师我知道，贪嗔痴慢疑，还有羡慕嫉妒恨，还有什么一大堆糟糕啊烦恼啊，我一大堆认知，一大堆状态，我很多时候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然后一会儿烦一会儿开心，我一直在那种状态里啊，就在海洋里就那么挣扎着。当我今天说，哎，那一大堆状态都是空性的状态，你就知道，哦，原来我那么多状态，我那么伟大，那都是你的状态啊，你可以，那叫百变啊，千变啊，是吧？你的脸可以变很多，啊，身体身心可以变很多状态出来，但每一个状态你不明白的，就是佛告诉你的，毕竟空，没有一个状态是你，没有一个状态是你。你明白的是你有千万个状态，你不明白的是你不知道它是虚幻的，那佛告诉你假的，哪个也不是，你不要认，抽离出来，如如不动，然后那些状态就消失了。如果你不能直接从意念抽离，说意念这个状态，从耳根抽离，从眼根抽离，从别从一根来抽离，那耳根抽离就是从声音抽离出来，声音不外乎就是动静音跟动音嘛，一个是闹，一个是不闹嘛，不就是一个闹呼呼，一个不闹嘛。不要被它影响，不要被动静影响，你就是无分别，不要被它影响。这不是从耳朵我抽离吗？耳根它影响你的不就是声音的状态，声音各种状态，夸你的，骂你的，絮磨到你的，不就这些状态吗？声音就这几，磨到你的，夸你的，骂你的，还有什么跟你说悄悄话的等等，反正你有千百种声音有千百种状态，你的耳朵不受影响，那不得耳根得定，知道吧？也跟鼻根抽离一根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做嘛，是吧？谁做得好一点，是吧？谁愿意继续嘛，就抽离嘛。最怕的是大家修行的路上，最怕的就是大家说，哎呀，老师你说那么久了，我好像还很糟糕，我觉得我不行，
就最怕就是自己泄气了，哎，那你怎么会不行呢？这种事没有行不行，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这种事是你想不想戒了，就是这种还准备不足，他还在那里，就说你说你不行他也在那儿，你说你行他也没增色多少，空性一直在那儿。你只是说哎呀不行了，我不想做这件事了，我就装睡了我不醒我就装睡，我继续在六道里边轮回他几百招，然后再醒来也没问题，我就说你梦到个美梦你继续想在里边做梦也没问题啊，但是你也知道那是梦了，这个芥蒂已经刻在你脑子里了。还有就是大家也不用想太多，最重点是有些嘛，就是在座的90%的诸位就是已经听闻到很多了，现在是出不去回不来，所以也不要准备退，也没有退的路，知道吧？你放不下的，所以回不去，知道吧？你学的半斤八两的是，你要么就真的是全知道，要么你就啥也不知道，你不在这两个点上，你在路上，你回去你不甘心，知道吧？你往前走你又觉得迷茫，我告诉你，你也不是，你退不回去的，那你只能往前走了，知道吧？因为我们总是这样人性的东西，嗯，你放弃不了，就算你我不干了，我回去卖猪肉去，你每天你说我就做这个杀生，我把佛法全否定了，你卖猪肉的时候也想起阿弥陀佛真的是因为突然就给蹦出来了从脑子里，然后直接哎算了还是去念佛去吧，还是不行，要么吃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杀业太多了，你能放弃了，他已经在你的头脑里了，而且我们何况大家生生世世都有修行的印记的，你学的一知半解也回不去，还不如搞好好修呢，把它搞完了算了就不要泄气是吧，把它搞完了，哎呀搞到啥算啥了是吧，人家说就没那么圆满了，360度了，咱就看个3维5维的，就是打开点边儿，然后呢见个性，哎，最起码知道佛说的，哎呀是那样的，我知道了，我心里知道没问题，佛说的真实不行，那就见性嘛，嗯，对经典的很多东西有一个按照在自己的见地上有一个领悟就行啊，那说圆满说啊六根圆通啊互用啊，这个是。需要坚持不懈修嘛，他要一根一根抽离的，但这种抽离因为我们的它就牵涉到六根的转化问题了，因为转化的过程比如说你简单的修个耳根我们心性上进入无分别，当然这个需要这个人真的是清净无染，真的是很单纯很正直很清净的时候，这个七窍的气脉啊就很正很通畅，那么转的时候他就没太多的障碍，就很快就正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里边已经纠缠不清了，已经六根，尤其我们现在大家上网眼根染的真的是一塌糊涂，这个窍堵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呢当耳根抽离的时候，抽破分别这个气脉一转的时候，首先眼睛就不行了，眼睛不舒服，鼻子也不舒服，因为鼻子有鼻炎，像你就不通流鼻涕啊，眼睛也不舒服，眼病也犯了，鼻子也犯了，它其实同时进化的，因为它进化了它那些脉才吃，就好像我们里边那些气脉就像那乱麻团，是有的，因为你的意念乱杂乱，所以气脉就纠缠不清，它这种是纠缠不清，先是上面就是纠缠不清一堆吧，上里边有很多尘，就像那尘垢黏连在一堆，有炎症的或者是有鼻炎耳炎的，就那气脉就是黏连的，你先要进化，第一步进化的时候就是靠专注啊，哎，好，这样的进化，专注啊，保持当下啊，清净啊，无染，这样进化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气脉就开始松了，松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如果你如如不动的话，这气脉就开始就是乱麻团就变成一根一根就分开了，哎，就正了，哎，就是一条一条就有条理了，哎，横的横，竖的竖，横平竖直，哎，这个时候呢，开始毕竟空，这个脉会消失，你知道吧？这个乱麻团原来是没有的，但是一开始它就有一堆气脉，而且中医抓脉也是通过这些桥的，但是那是因为你意念的杂乱，因为你的意念执着导致的你的气脉的出现，
所以当的耳根的气脉在转化的过程，从净化到这个乱麻团的散开，然后呢里边的很多业症啊、炎症啊，很多的病会出现，从你的六根会出来。那这个过程好像你得病了，哎，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需要药物的进流入啊，还有医生啊等等的。然后等这个过程转化过来，然后进入这个脉很正很直的时候，很通畅了，已经就是气脉打通了，任督二脉都通了，哎，然后再进入空性的状态，毕竟空啊，这个时候才六根互用，一根开始转化完，其他根也，但这个里边你就开始进入武林高手的境界，就是六根耳听八方啊什么，哎，而且在这个进化跟转化的过程中，气脉的转化过程，其他根也会出问题，有的牙有问题的就牙疼，因为七窍它是通着的，它进化的转化的那个乱麻台它要开嘛，耳根的乱麻台开的时候，牙不是也抽着，眼睛也抽着，这些全粘连了嘛，哎，杂念越多的，分别心越重的，或者是越执着的，粘连的越厉害，哎，就是分别也跟特分别对，和微细的分别。但这也没什么啊，你聪明嘛，就是聪明，我们就看一下子看好多的，这个真的没什么，谁人跟人也差不了多少，哎，它都有个转化，哎，但越厚道的、憨憨的、正直的、傻的这种，哎，进化起来转化反而哎容易好一点点，懒惰少的，反正崇敬的好一点，就是转化起没那么麻烦，不会有很多小毛病。一直到最后气脉会消失，哎，内外就打成一了，你这边气脉消失了，不是六根没了，耳根就消失了，这边也没气脉，这边也没气脉嘛，这不两边一样了。那个时候你知道障碍消失了，你耳朵就可以闻听八方，就可以听一切声音，到你就耳朵的障碍消失了，你障碍消失不是耳朵没了，不是耳朵掉了，是耳朵的障碍消失了，你就听耳通，知道吧？可以听很遥远的声音，什么都可以听到。但这个时候还没圆，还六根不能互用，还不圆满，继续修，也受破掉。就是这个证入呢，还是有点，就是需要点时间的，但是不是达不成，是可以的。但是闻性啊，就是对空性的了悟。可以顿悟，突然有一天就介入就顿悟了，彻悟就是一下子就知道了，就这么回事。你修不修吧，就是这样。要不要拿这个肉耳朵来修成个圆通境界？但是当然说，你的六根如果能够互用，如果能够圆通的话，你对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就智慧了悟的更圆满。